今天我佩奇买了一个会说话的小鸟玩具，我现在先把两只小鸟安上去，然后把鸟笼也给安上去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姐姐，外面来了两只大怪兽，它还要抓我们呢，我们赶快藏起来吧。什么大怪兽？我也好害怕呀，可是我们藏哪里呢？哎，我想到了，我们就藏这个鸟笼后面吧。来来来，乔治，咱们赶快藏起来。我现在把鸟笼的开关给打开，等会儿整一整那两只臭怪兽。佩奇，乔治，赶快出来。哎，是谁在学我们说话呀？老大，这里也没有人呀。怎么又有人说话了？到底是谁？又有人说话了，到底是谁？我的天哪，不会是有鬼吧？这也太吓人了，我要赶快跑。我的天哪，不会是有鬼的，这也太吓人了，我要赶快跑。看来真的有鬼，一直在学我们说话，我也好害怕呀，赶快跑。哈哈，乔治啊，我这个会说话的小鸟厉害吧，把两只臭怪兽都吓跑了。